现在掏的是这个耳朵，然后这个耳朵，这个耳朵还没有掏呢。这样子说话的话，让你更加容易睡着，觉得放松。这么说话的话，你会节奏会比较快，这样讲话的话，节奏会比较慢的，就会容易睡着了。你说的，欢迎大魔王。
是吧？谢谢啊，主持人。
定制啊，勾勾可以定制的，你可以微博私信联系我。